也叫做乱学。示范的人是陈所俊行先生、李东厚法，还有汪母玉先生以及季方便先生。所谓乱学呢，就是踢的动作犹如乱学纷纷一般。那请各位来宾参赛者可以看看他们的示范，揣摩一下，是不是真的犹如乱学一般呢？白鹤拳哦，今天老师将很多白鹤拳的技术都融入 IJKA 的空手道。好，谢谢以上各位很多精彩的表演。现在是对练的部分。
其中郑文清小姐呢，她已经修习空手道10年以上，大家可以看到她的气质跟演出的架势是不输男人。那接下来我们压轴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大会会长陈新贵先生，也后先生为我们带来清柳的示范。清柳呢，是我们的前景老师他最得意的形之一，就是。阿三先生呢，同意他。清柳就是犹如风吹柳树，随风飘逸，借力使力。我们大家来借由这个会长的表演，感受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很像犹如清柳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这些是从由 I。